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很轻易，一整天的梦境全都有你幻想在一起。妈妈，妈妈，啊，你有圣诞黑吗？我是丽，我是丽。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放开。哈哈咪，你去玩那个，这个不好玩，好不好？又来个高跑了啦！超级无敌下高跑的好不好？放前面给大家看。那个是白贝，他叫小白白，今年来来站，放这里来，再介绍是。他是白贝，他叫小白白，今年三岁，煞白贝是有吧？给大家看，煞白贝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爷，你在耍我？快点！这有手续的，帮我解哦，帮我解哦。刚你什么？剪掉掉？对。爸爸不会剪掉。然后爸爸会剪掉。哈哈，不过你讲那几句话，不是也要连续剪掉吗？来，快点开箱。姐姐开，你要开。我来帮忙。你要自己扣一下，好。他是白贝，他叫小白白，今年三岁，小白贝是有白。然后呢，他很熟悉久了，他还有三个家人，不过都走丢了。像我的书桌，你以前有四只对不对？对啊。要不要帮我们割一下比较快，小虎？不要了，我已经死了。不要。那我帮你吃好不好？不要。要爸爸下一个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要。那连吃饭也不要。我连让你吃饭也不要。我说的是爸爸。给我跟你一样，同时都撒几个。我先猜。姐，你猜的太粗鲁。要比。我帮你没看过是什么，你拿出来。这是一个架子。姐姐。啊、章鱼吸盘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但它脚可以弯的，随便弯。加油！GoPro 可以这样，等一下哦。给你看，它这个是手机架，不然手机架有点感觉不会很稳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看，这是它垫脚的，还在那里打出镜头了。Sorry， 爸爸在这里。各位观众，这里。这是出家的。这个是那个各位观众，这个是电手机的那个底下的东西，这样可以。它不需要吸在桌子上。然后呢？
各位观众，这就是它的一部分，很像一个章鱼。你看，它有吸盘。来，谁来借我一下？好，没有帮你换掉。哎、欸，我帮你换成 GoPro 的架子，别来装 GoPro， 好不好？哦，这个。用什么高朋的架子？那我先去下吧。有个吸盘，哎，妹妹也少哎。对啊。少什么吸盘？那你有少吸盘？这里少吸盘。这里少一个。哎，对，为什么他这里都少？所以他不是，他不是少，他故意留一个让你可以挂东西的。这个洞是不是啊？你勾破出场好不好？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GoPro 的架，装 GoPro 的。你看，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，知道吗？你爸拿好。好。他在录影呢。等一下，把它开。好，来 GoPro 给我。OK。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的，然后是抓沙抓鱼的那个，然后可以洗牌了。然后呢，这是说明书。都依我，那我来看我的是，哎，我是本源的，嗯，我看小丽，啊，我懂了啦，他就是说，我先跟你讲那个台湾语，好，我先跟你们讲台湾语，就是呢，它是一个。很像炸鱼的一个东西，它会有吸盘。然后呢，它呢可以放来放去的东西，然后很好用。而且它还可以搭电手机的东西，也可以搭炸鱼的吸盘，然后是一个搭电手机。念台湾语，厉害吗？拿手机还我。台湾已经下15步到的左右。